哼，这个臭雨蛇神竟然敢骗我！故事是这样的，看到我前面的视频，你们就知道雨蛇神瑟瑟发抖，叫我去找祭司。原来这就是他瞎编出来的，目的就是骗我不要杀他，太可恶了！今天我非要把他宰了，制作成蛇神之翼不可。雨蛇神，我来呢！哎，这怎么被堵的？站住！你个臭豹子，是不是想死？留下过路费。嘿，没想到遇到一只不怕死的，我是恐龙，你是豹子，你竟然敢打劫我！好像有点道理哦。大哥，老咪，嘿嘿嘿，站在那里不要动，让我飙一下，我就挠着你。好吧。嘿，我还就不信了呢，吃我一击。我还是用手吧。啊，你不讲武德，不是说就飙一下的吗？怎么动起手来了？我放火影呢，今天必须弄死你，要不然我睡不着觉。啊，你不要脸！臭不要脸！哼哼，能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你不知道吗？哼，雨蛇神，你奶糖爷爷来呢！哎呀，竟然叫了这么多小兵，看来你有所准备啊！哼哼，没想到你竟敢回来，我当然得让你舒舒服服。啊，不是吧，烫烫烫烫烫！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，你这个厉恐龙还是一如既往的蠢啊！笑，叫你笑！啊，笑啊，你再给我笑啊！好啊，竟敢羞辱我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你给我下来！我不，你上来呀！哎，打不着，气不气？你个不要脸的家伙，也太无耻了吧！我无耻，你也不看看你叫了多少人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帅哥呀？没见过，还说我无耻？我看你比我无耻好吧？嘿嘿，今天就给你表演一个秦王绕柱。哎，我从未见过你这样厚颜无耻的小人。呵呵，谢谢夸奖。哎，娇娜，我怎么跳上面来呢？哼，被我抓到机会了吧？去死吧！啊，可恶！哼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送你上路了。尝尝我无敌小拳拳。哼，死了吧！你们这些臭野人还追？不管他们的，我们去做以神之翼呢。我打败雨蛇神呢，我有蛇神之翼呢。嘿嘿，以后我就是一只会飞的恐龙呢。哎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两个圆盘是用来干嘛的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